好，请问是张先生吗？哦，我想我大概是提早到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在楼上打扫，抱歉没有听到你进来。你这里好像很雅致。雅致？我闻到薰衣草的味道。哪里？很久没有整理了。张先，你第一次来，感觉很古典。刚听到巴哈的钢琴曲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随便放的。你要听其他的吗？我还有别的。看起来张先你也懂音乐吗？哦，没有了。啊，我帮你挂起来。张先，你客气了。你的样子看起来像艺术家还是音乐家？你是说我的头发很乱很糟吗？哦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的确也是该剪了，是有一点乱，但是艺术家不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我想也是。啊，我是说，是该剪了，尤其是今天特别该剪了。你的发质还不错，只是有点干燥，缺少保养的关系。张贤，看起来你真的很久没有整理头发了，有些地方都打结了。我平常很少外出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。在家待太久不太好，偶尔还是要出来晒太阳嘛。张贤想要剪什么样式呢？我？我不知道哎。我只是希望能好看一点吧。其实都好看，不同的选择而已。那我拿杂志给你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能不能再放一次刚才那张的 CD 呢？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样式，可惜满街都是。张先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你的样子看起来很怪吗？说不上来，只是感觉上有一点。还是我的衣服？没有，没有啦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朋友。能不能再放一次刚才那张钢琴的 CD 啊？哦。我以为现在已经很少人听这种音乐了，没想到你也喜欢。是啊，有一种音乐总是能让人平静，而且给人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感觉。好，那你先看一下。我今天早上在楼上整理出来的，放了好久，上面都是灰尘。就是这一首，闭上眼睛听。
好像看得到颜色，是一种透明的淡紫色。啊，好，那就这样好了。两边剪短一点会比较有精神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看起来有精神会很好。喂，是我，我在剪头发啊。没有啦，也该剪了。嗯，就你上次说的这家，还不错。什么？你现在要来啊？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晚上？真的要来吗？啊，当然好啊，只是，好，大概再过二十分钟吧。嗯，好，那待会见了。女朋友打电话来。嗯。没有啦，看你讲话这么温柔，你女朋友一定很漂亮。她是做什么的？她还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通过电话，还没见过面。还没见过面？难道是网络上认识的？张先看不出来哦，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你刚才说今天特别需要剪头发，原来是第一次见面啊。哎，那要不要像电影演的那样，手拿一朵玫瑰花啊？你有看过那一部吧？梅格兰演的《电子情书》，最近常在重播啊。原本是约晚上的，可是他说他家就在附近，他等不及要来这边见你了嘛，那就更应该剪个帅气的造型，第一次见面要留下好印象。张先，你的眼镜麻烦你拿下来哦。不要紧张，大不了等一下如果看了不喜欢，你就假装没看见从他身边经过就好啦，反正他也不认识你嘛。那我们要开始了，张先，你的眼镜。一定需要吗？比较好剪啊，而且你现在也不需要看东西嘛，要我帮你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好，我从小眼睛就一直不好，十几年前生了一场重病，
细菌影响到视神经。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所以我才经常待在家里，很少外出。对不起，刚才吓到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剪帅气有型。等一下，给你女朋友一个惊喜。半年前我们认识，其实那一次是我打错电话，但我却被这个声音吸引住了。我们在电话中聊天，但一直还没见过面。他说话慢慢的，声音很美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温柔的声音，但温柔中又带着坚定，有一种很绝对的感觉。我们聊了很多，其实都是一些傻话，情人间的傻话。你一定很爱他。我不知道。可是你们根本也还没见过面呢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妙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而且我也不可能知道。我只觉得跟他说话很舒服，听他说话有一种薰衣草的味道。透明的淡紫色吗？你还真是深情浪漫的艺术家。他经常说，人必须是孤单的，只有孤单才能让人真正看到东西，因为最深的情感通常都不是藏在最亮的地方。对了，就是他让我听这首音乐，他说这曲子有一种在黑暗中凝视的感觉。对啊，他就是这么说的，好像很多事情都必须闭上眼睛才能够看得清楚。那他知道你的眼睛？你说什么？他知道你眼睛的状况吗？我还没说。你不敢让他知道？其实我在想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也许最后一次见面。先别担心，也许没这么糟。你这样深情浪漫，又这么温柔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么帅气的造型，他也许
我也不知道。可是，有时候我又觉得他好像看透了我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我总觉得他好像看得到我所看到的东西。好像有很多话你都还没说出口，甚至当你还在想该怎么说的时候，他都已经知道了。是啊，就连我还没想到的东西，哪怕只是脑海中闪过的念头，都会被他发现，然后就会天南地北的聊个没完，聊到天亮。其实都是一些傻话。是啊，情人间的傻话。看起来可以吗？啊，什么？我的样子。啊，放心，很帅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出去，亲自跟他介绍你这位浪漫情人。谢谢。我帮你抓点法蜡。你相信那些爱情傻话吗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。是啊，我喜欢自己这个样子。他好像来了。不要紧张，已经好了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